你知道我讲咧，恁听有迄嫉恶如仇，到底是好啊歹？这是不是心理病呢、啊？我问你，这是不是心理病呢、啊？所以生命就是平等觉性。所以平等觉性其实就是在讲真正的心性、哦、不掉入物相，但随物相、哦、但随物相就是讲。哇，我会很随缘啊，随缘就是讲，啊你窗啊开也好，啊你关起来也好哈，我的心吼未对你吼通跟塞，因为佛陀的阿弥问阿难嘛吼，我安尼开个合，啊你的心是用什么心甲看啊？阿难讲吼，迄侬嘛佛陀你的手家己咧开个关吼。我的心吼连关都无，那有得开吼？安尼，你讲有开悟无？但随物相，是物相在开合，你的心性不能跟着开合，你的心性跟着开合，我讲，我问你，恁安尼不是常常在生死啊？安尼这业得要当时才会消啊，所以。哎、欸，你想要清，你心想要清哈、哦？我想哈、哦，任何人受到苦了哈、哦，心拢想要清了哈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无数劫做来劫吼，它有可能让你清呢？你想看卖？因为哈、哦，法界有无形的力量啊、哦。人心要清多安那呢？你无始劫以来造的业已经非常轻，非常轻，轻轻哈，轻到吼，你所欠人的迄个怨气都拢无啊，哈，人看到你都拢总欢喜啊，哈，你若想要静落来吼，人嘛会欢喜你静落来，哈，但无始劫以来杀到淫妄哦，一堆的业，哈。你想要静落来吼，敢有可能？哦，那就是业力嘛，吼。是因缘业力。哦，为什么独立你就走去月球吼？啊，你都无去看到众生吼？你若在这地球上吼，一回缘哦啊，你给我抓到吼。看你要去走一堆吼，你过去甲我拆只路吧吼，过去我是动物吼，啊我即摆已经变人啊，看你啊，你欠我，看你要哪样？哎，是那陌生人，有哪时啊一看到吼，那股咬牙切齿的迄个怨气吼，你常常拢常常，所以吼，有些人吼。你若受到什么苦受吼，你不要怨天尤人，你知吗？哦，爱忏悔，知吗？哦，啊无，哎，咱那不是讲啊，我碰到你讲啊，你就是我过去的师父，可是哇，你就是我过去的徒弟。哦，千万唔讲，唔好讲啊！我碰到你讲啊，你就是我的某。那阿弟，阿弟就是阮翁吼。但那拢结这个缘啦吼。我想唔好结这个缘吼。上好是讲吼，一看到做欢喜哦。哦，我看到你，我心就清凉起来，因为吼师父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吼。你那不要结这个缘吼。但你唔是结这个缘，你创结了根吼。欸、所以你来注意看我现在是法师哦，你莫甲当作恁人吼。但你若当作啊，我问题就大。但我过去但是甲你结什么缘啊？啊，所以你讲，人要没有生死涅槃，你讲这款的业缘是来解决啦。
哦，哎，所以吼、哦，咱都要修噶吼，修噶有看到人的时候，咱拢起欢心，吼、哦，师傅你好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但无吼，一看就啊，火烈的啊，吼、哦，但你就是我阿吼。哦然后你是看迄目睭叫啥糊的吼？我是法师哈，你千万莫认着人伊哈。他这过去设计的吼，咱的哈啊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因缘业力，你想不生死都很难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讲修行爱一起改开心面。啊，爱食菜面，哦，但你做一个心理医生吼，啊，心理学老师，你这都唔知吼，啊，你要去人医病，结果家己食错，你讲安尼有法度医无？无医吼，两个拢无医。哦，迄心理医生听着我讲咧吼，等下感谢师父开始。啊，而且吼、哦，这世间法吼、哦，无一个独一，完全就是拢因缘有，哦，你这因缘安那无好因缘安那结来，你都伫这个因缘上解决掉，哦，诶，一定是安尼，无啥那佛陀讲啥定业不实。人咧讲定业不实，是咧讲这呢，唔是讲吼修行，透过修行吼果报未改变，唔是咧讲迄，迄是咧讲，你欠人的这款因缘业，一定要做个了断，吼、哦，结了一定要了断，哦，啊，免那了断吼、哦，可修转来了断吼、哦，所以先那个，先那。佛教来对靠一挂法佛事，然后解冤，哦，哎，有那时啊，我一股怨气，我无都白改，吼，我课上面，哎，有威德利的修行人来讲化解，所以现在佛教有一挂咒，迄帮忙化解咒，迄力量很强，为什么？哦，比如讲，哎，恁两个是。仇人哈，啊，我若是菩萨，我慈悲的时候，我帮你化解，哦，好，你这个怨气消，哦，啊，若无一那有可能会消？你讲啊，一切法究竟空性哈、哦，所以哦，没有怨气，嗯，后个代志，嘿，伊也毋是佛祖啊，哦，佛祖没有怨气，哦，你啊那个，你啊干那，你啊那没佛祖，佛祖也袂甲你受气。不是呢，伊是众生呢。你破坏人的家庭，伊要无怨气，迄哪有可能？伊都毋是，已经就近解脱，无义的人。所以两个人有怨气，爱人白改面。当然嘛，爱伊，你无人白改，这边哪会消？哦，但无人点化，无人点化，恁地位敢会开？嘛，无可能会开啊。所以为什么有解冤这样代志？想要让我做功德回向这样代志，想要这块无形的力量足大，想要奈安呢？好，因为你无忏悔，伊的怨气哪会消？啊你！你无想过靠伊的怨气哪会消？啊！你讲爱搁食错无？哦，你要医病，都毋是干那药啊食食就好。哦，迄怨气未消哦，迄食药也是暂时的。对，对这
佛法心理因素哦，一定要了解哈。阎王那个阎王菩萨有一篇结缘世界啊。哎呀，所以有一挂那佛菩萨修出来一关咒语真言啊，那真正是有那个化界的力量，但是吼，那个你对佛法有信心啊，虔诚啊，后悔够高啊，你较会认真持啊，持的效果较会出来，因为啊，你若信三宝这样代志啊，啊，你就会用心去忏悔你的因果，无常常咱要修。皈依以前拢会讲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啊，皆由无始贪嗔，这就是咧求忏悔啊，啊无那皈依也行。哦，咱讲有三种的因素，互伊经济的发芽啊。第一就是爱有地啊，土壤啊。过来就是有种子啊。佮挂你个压水啊，啊叶芽会佮生出来啊。所以咱讲咧，生时死的时候又生，又生的时候，你佮加水的了，这种子佮发芽。什么是结石？结石就是怕干，阿拉怕干，业力怕干哈。然后这就是名色哈。你碰到这色就是外境，你碰到外境呢，影响到你的心的变化。啊，这就是因缘会合，名色就是因缘业力来。所以不是自缘嘛。一方面，你的心很容易起动；一方面，你外靠怨气，你无始劫以来结的因缘，伊唔帮你刷。哦，外靠业力，因缘咧，你无始劫，甲众生结的。哦，伫三道因顶广结的。哦，佮不包括哦，你心。没见性，没见性很容易堕入什么物跟相，心性堕入物跟相。真正心性一些上分别物相，分别无相的，啥物分别无相呢？因为你最清，当然分别无相的清，但是不是掉入物相，掉入物相就是你敢不动作想啊？好，就是叫做人物为己哈，都我拄下讲的哈，你看到窗仔开，你的心就开，啊，你唔是甲开动作就是你的心。